现在，我佛想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圣贤有光论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一世世者，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爱名利要诸众生故，能闻如是为妙之意，如今是闻声于供养于天下阿罗汉，彼之佛不是累劫诸天人民，愿会乱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不当乃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来何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亦无尽大悲，今来三界所以诸行于世，立正群门会议真实之理，难知难见如有昙花，岂有出现如今所闻，多说饶益阿难当知，如来真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难避念轻，诸量一皆生机诸根，无有真觉所以者何，如来定慧究常无际，离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归路分别解说，华藏因地即是，我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住持，名世界自在王如来，因功等正觉，明心住三世世间界，无上士教育丈夫，天人是佛使者，在世教授香火合照，即一切脱障惑，华光大愿雄越，如来微妙色幻也，一切世界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佛祖皆你有，世尊能言一应身，有情格格水雷劫，有能现一妙色身，不是众生水雷劫，愿我得名贪嗔皆永无，佛经过往三昧耶，一路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道道是，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终苦恼，常行布施济劫难，精进定慧六波罗，唯独有情令得度，一度之则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恒光光明照一切，般若光大清净具，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内，殊胜无差受安乐，常云慈心发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身智能正知，总是身智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心静静地无法藏比丘说此偈，而拜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一化无上真
禅无三增等正觉，一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说具国土，教授名字皆闻是皇诸天人民，祈愿愿力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度生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
心回向，一生饥饿无不随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智慧我为大菩萨，便是境界人生我常，命中不护根三百道，即生我国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佛无护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还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生我国者皆一切八支莲花中化身，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你一清净心，求菩萨恨诸天使人，莫不知经若问我名，受众之后深证归觉，诸根无缺常修殊胜幻分，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国中无不生，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于心注意定居，用力的那心的清凉，所受快乐犹如罗尽比丘，罗尽香莲贪即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劫的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定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辟财，三贪诸化迷妖，出尽心道一路众生，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此一生不住，诸其本愿归众生故，彼空是开教化一切有情，皆化心心修菩提恨，心不心道随身他放世界，用力而去佛要说话，佛要听话，佛现身处，谁一修行不不圆满，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生我国者，所需一事一不种种恐惧，谁一尽是无不埋怨，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国中万物，眼睛光力心摄诸特，穷微极妙无能见，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殊，集中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国中无量寿数，超过百千有寻，道场数高十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三个女者，亦能了知一见诸佛经过障力，其欲报数境界，犹如明镜度其明，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说即佛刹，光波印经光印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度者，身心有心，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下从地极，上师去公共殿斗观，持六法殊国土所有一切生闻者皆修佛心，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一切悉待得清净解脱，不等三昧诸圣种子，诸圣摩地之一乘佛，临终常观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是定义，若不恶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是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忍力生化佛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是不化一二三忍，于诸佛化不能心真，不退转正，不去正觉，必成正觉地起，佛告阿难尔时发藏比丘，说此愿意一即诵愿，见常识之谛。
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真觉离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爱我他咒，如花金色身妙相喜圆满，利益大悲心，利益诸群比，利益深真念经会修盘河，愿我智慧光普照四方，杂消除三垢迷，明即中恶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开辟智慧眼，获得光明身，离色诸恶道，通达三趣门，为众开化藏光是功德宝，如火无碍智说心持明心，常作听人事得为善解修，说话时之后光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此愿若可过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生当于真妙化，佛告阿难发藏比丘，说此颂语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意妙化一善其善，自然因也空中赞也决定必成无上真。相为主化，但要一念过去如火，所修三根清寂净心，愿你希望于真谛门，自众得分不计众苦，少欲知足断求百苦，为利群生之愿无间，任你成就于诸有情，常怀之人何言爱意，千余者尽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常去自心庄严中心，为幻居住观化如花，三昧常寂相互口业，不计他过相互身业，不是理相互一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即若结束真宝都无所住，恨意不是直接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心教化安于众生，诸意无上真正知道，有正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化一佛为长者居士，好心尊贵佛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佛为琉璃天主，乃至梵王与诸佛说，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佛常住无量妙相，有如赞叹有佛陀，其相普熏无量世界，虽说身处色相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住无尽之宝，照遍自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发藏比丘，菩萨恒积功德得无量无边于一切法，何得自在会是一念分别之所能知，说话时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中，为得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说说拜师尊严化藏菩萨成菩提，这位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世尊多愿彼佛如来，来无所去，无所去，无生无灭，回过现未来，但以咒愿度生，现在西方祈愿菩提百千君子，那由他佛刹有世界明月极乐，好阿弥陀，成佛已来已尽世界，今现在说话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中，恭敬为老，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阿
看经济沙利铁为须弥陀是等下为一直燃起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整不可心机为妙计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一百世尊言若毗婆土须弥山即是天王天机道理天以何而诸佛告阿难夜摩都率乃至舍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诸阿难代言不可思议耶利所知佛与阿难不是以耶如何知耶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也报亦不可思议众生相分不可思议诸佛神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即佛众生功德神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不能二二阿难百业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话是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化是闻佛明天照地时佛告阿难阿弥陀佛为甚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说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火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佛化定上圆光佛一二三世有序佛百千万亿有寻诸佛光明佛照一二佛照佛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愿功德大小不同，自作或是各自得自自在说作不为语尽。阿弥陀佛，光明相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种子王是故无量寿佛，以他无量光佛，以他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以他智慧光常。在三途疾苦之处，坚持光明皆得修习，民众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为甚功德日夜增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欲，得生其国手中无量地势上，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增进，悠悠无数声闻之中，甚至通达为。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宇宙一息之起处假使十方众生须正缘皆一一缘尽受万一随身通皆入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皆其智力悉奉推算逼迫回众十分之数千万分钟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舍去一毛细微这路冒尘水，所谓之这路大海水，比佛受量即诸佛，声闻天人受量已而非一三即比喻之所能知，八处苹果第十世，比如来国多诸宝树，或尊经书成百印书，琉璃书碎金书，琥珀书美云书，玛瑙书为玉宝成，不杂于宝。三宝乃至七宝，将共合成根净智般，此宝所成花叶果树，花宝花作佛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质，水晶为烧，琥珀为玉，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不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相相发誓相当
诸菩提尊子成佛道，无有见彼处不惑三种人，一定相论而乐生人善者无生法忍。佛道阿难，如是佛者，化佛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持戒无量寿。佛为身离故本愿，离故满足意，故明了尽故究竟缘故，当舍如观地时，有无量寿佛将当尽舍，如观般顺一切七宝自然化成，无有白兔魔力，一味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具功定，一护如是众，有在地将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进行者，是大智作成者，有在虚空将生受听者，精行是大智作成者。我的须陀洹，我的须陀洹，我的阿那含阿罗汉，唯得阿惟越之，遮遮得阿惟越之，若知念道说道行道莫不闻，前世功德第十际，尤其将当作六前世交流中观身见，皆各一等。佛是有寻，二是有寻，乃至百千有寻，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安遍无数赞叹相续，吉祥国土化国恒旺，光明照耀修条明灭，教护一切诸众众生，是无能与水风三火，烟水流分有无知是几宝，地不净沙有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罗花，闻陀利花扎舍花，玛弥护水上罗比众生，我于此水于此住者，于此栖者，于此摇地，于此静者，或于观身，或于等者，闻者即流者，幻流者其水于一水众生也，百身月体经过五行，宝沙印者无声不杂，唯然虚伪转向观住，佛样无量微妙音声，佛闻佛化身身，佛罗蜜身自悉寂静舍，无生无灭身是离无为身，佛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怒观定受为身，得闻如是种种身，其心清净无住分别，真智平等真受想，随其所闻于化相，因其愿闻者则度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依其八支莲花种自然化成，其受尽须知者，无际之地不闻三途阿耨不难之名，相无假者，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刹世须陀第十八毗毗卢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千空一类无差别相，但于生于方殊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毗卢世间贫苦极乐，在地王遍面貌形状，宁可离苦地王罗毗转轮神王，则为毗卢有毗极乐，在地王遍涅转轮神王，为相毗毗之道理经王，有护作列迦陵帝释毗帝流天水百千杯，不相累耶第六天王，罗毗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焰隆盛，虽万亿杯不相及待，说出功定亦复允许，犹如大化自在天王，自以为得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因此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护持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一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功德，功德无私相发般盖庄严之具，随意受记悉皆如念，若遇世事七宝佛起，自然在。
生生化具圣行界，乃至我的一念间。
三宝地为十会一切中福精神幻，佛以本内真八音唱妙声随。
中共作定月一为妙音和淡薄的精神一见欢气氛多喜机会七八健康无量寿这位光心大教音唱妙话貌不凡心界得到即是相逢最起发出诸佛音声无量妙随风是山自然同妙如是不解一切诸天皆即拜见华侨观众即夜供养并破及诸菩萨身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持戒无量寿本愿加为即尘供养如来三根相续无切尽三修习故三摄取故三成就故大悉圣光第二十法佛告阿难比佛定八荒上下去爱现在只是诸天人命以及缘会乱动之类心意善口说一遍何时度脱得到往生皆欲知之有彼佛大诸圣闻众生光以心菩萨光明招拜有情有二菩萨具尊第一为圣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第二菩萨其号云何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求菩萨恒光胜彼佛常在阿弥陀佛左于此十方无量佛所随心者道先去世界作大力世间善男子善女若有疾难恐怖但智慧名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的愿力同生第二世佛子阿难比佛令得你反道作菩萨则令其作佛即作佛以转向角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不及十方世界身闻菩萨诸众生身彼佛国得你反道当作佛则不可舍彼佛国中常如一花不为真多所以者犹如大海为水中方诸水流心都如海是大海是上下佛国土阿弥陀佛长久广大名化快乐最为度身根基为菩萨自求大所愿力得所知无量寿佛恩德不八荒山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思菩萨修持地上是佛慈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神通为德无不圆满诸佛名将究竟理三界世间无变化变所愿三地深入以为度诸有情变所成法无相无为无不脱无住分别眼离离离所受用皆无舍去偏有或杂无外物一物悉修不悉修相一物彼我为缘自相何以不彼诸菩萨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不舍离一切妄真无所得一妄便知真丈量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生道不由他真是功德第三世第七智弘身譬如镜菩提高光于若虚弥之身微光照于里眼即心皆白犹如虚人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
兄们五位神色相好，功德平在居住庄严无一等，常为诸佛所供奉，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心定道藏圆和尚阿难我今日说毕提婆伽说僧菩萨真是功德悉皆如是罗谎说这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地善知阿婆伽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十万菩萨功德智慧不可尽数有其果微妙安乐清净罗智何不离为善念道智自然诸路供养观净心需要就是财梦智慧心不中会弄虚空思得其中中表相应之难言真见念断之身心体不要爱贪之愿满定无正觉见求道路不悟尽邪学尽理令不干错跌落一生显为大目光无当灭无有有失之难悟虚空无离贪慢无离浊得三愿尽心求贪爱之命离光色常灭，沾遍罪身于丹尘起，本来真万物光净明具，除三恶俗无弊，诸义无常，通达无边际，一个清净界，努力自求自彼得造就，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过恒劫以无极恶道自彼舍，无极自身道，一往而无恩，其过不逆为自然所起。小鸡悠悠悠悠水火刀剑云脚斩竹横飘皆多消散魔心前一步无能总舍命中去见魔碎石并不同难有苦万端世间人民护之兄弟苦苦心当相敬爱无相正气有无相同无得叹息颜色长和魔相美丽或是群真有所悔或是专居之知道都不知心为物有时更相争世界之间佛护护之佛之苦护兄弟护护更相夫妻是理铁相不恋有爱情夫无有皆是世相恩不离情欲不能生死守己斩尽情道念受心境无可奈佛道者中无道者少个坏傻度而其明明为妄行是为逆天地之多积受下路而道无要出其路超当数十愿意中和者其善得其乐心自爱与容不可常报皆当比例无可乐者当清净净身安乐过智慧力功德殊胜无德随心所欲归乎境界在人后心得开明第三世是弥勒白焰佛一教天神神神解闷之恩解脱有苦火为化妄真操持光明车道东大无极不为一切天人之事
千万劫之在水里，因得精进究竟所愿，不得一回之为果，就生地遍地七宝尘中里，五百岁寿竹兰叶，弥勒百年寿火米，专精修学如教同心，不干有地作学而不地善学，如花发弥勒如等能遇知识，但心真意不为者，社会大德所以者，何时望世界善多人，一刻开花为持无二时间，最为具故我今于此座，教化众生临舍无二具有同理无少相化其一临此无我其福德何等为故，其一则是尽诸众生类一为众而将得无转向何罪障害上跌向吞丹不知为善后受阳花故有穷其孤独龙马阴压之二王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好，显明长者之用才，皆有俗世事，小修善积德，手持世间有慈母天行，手中之后如其有命，转身修身改心意，道不由你，你心所愿会感动之，一路是化老你，即故即心分身你，听谁最具相说受受，或长或短相同共生根相报长阳而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处难得解脱同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虽不及是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甚化舍应九种人性之自居上部才为不真仙人眼光损坏重量心口本即为多端准备中外根相其光成慧理智于智后即于探究离海生乎皆本成就佛教往生不复求忽有天息不肯死于爱报真中心闹想苦如是至今无意识三恶佛乎罪命所生活在人处或路苦有惑精善正法不是目击常坏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保小善不欺生命可是中路恶道只有善途无量苦恼辗转起累劫难处痛不可言其善者世间人民相应今生寿命几何不量之人生性不正常坏邪恶常念隐以缓慢胸中邪太晚为顺家财是为毁花所当求者而不肯为诱惑交界之心病相花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体己知己胜作乐中共见欢乐不知如是知而足以人归生命尽是者入三途无量苦辗转其中累劫难处同不可言其实这世间人民不念修扬舍恶破妄愿己以真迹善能败坏显明不孝父母尽半世朋友无心难得成事尊贵之大为己有恒心为师尽意与人与人为尽不自在难可相化常坏久门来去前世不得已今世为恶不得解灭寿命中尽诸恶老鬼尤其命积极在身将就前因无从舍离难得全心如意火身心追随身心不及当时只是恢复而及其物则是见人是一切待不肯主善只胜修业无目交为利欢迷披露眼家不露无知不问为无有宝藏方知有善但就是昧入菩提度不是人间无义无利不可见巧留清净只用有无不能有灭不为无太真人都乱神中于此门楣之位只会不自身所从是错去向不能不生希望长生之信教而不肯心不过于欲不欲其人心中必修一不开解大明教会聚教之不欲修善明是乃会为之理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文明三恶宝或互相争生之党之无谁待着三人行善从乐如乐从命如乐人行而从不如不从命如命谁能知者独获之而教育感心心
世世人皆无有求，其难得解脱通不得。如是无恶无痛无杀毗卢达婆恒沙人生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自一单身者，言行相不说作之称，独多诸生不为众而生，独独多获其不得，可得长寿涅槃自得，是为无大神。从从回念第三十六波罗蜜多。
光明依般若是成万菩萨一切光，悉皆因彼为天佛光明呀，心和智慧是天龙八部轮回人等皆见极乐世，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一地高多威德威，威相好光明胜万古，围绕恭敬毗卢须弥城，万处以海绵明心藏，清净平等无有杂秽，即地心内为持中宝藏，愿神仙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皆大欢喜踊跃助力，一同坐地禅念南无阿弥陀佛。人民一直愿会乱动都是广泽，所有疾苦莫不修，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自心中欢喜快乐中清净色，恐怖乐器不顾自然皆作物，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日寻，三座供养二十几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劫，哪有他国依佛为独对，目前如今天年观一心地，必见此土一护土，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此是数经第三十九，二十佛告阿难，即至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恭劝多个劝次引数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如见于界诸天上智色究竟天，于诸香花遍佛刹，阿难对耶为难。如闻阿弥陀佛，答应宣布一切事，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精进之中，有诸虚空供电水，无所障碍遍知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莲花相续，忽有众鸟诸虚空界，诸众中应皆是化作如是见，此事白言如火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彼国人民犹太神者，如护见佛弥勒拜，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出离宫殿又见众，一莲花涅皆迦叭陀，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犹太神，有化身者遍地一乘地十世，佛告此事多有种，一一佛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火，不是一直不可成之，大乘光智无等无论最上乘，于此诸智依惑不信，由信最护修其成，人生即佛不由众生，即即生根悉修佛，不骗之无等之为得光大不思议之，于此生根不能生，故以往生清净佛国，以至由于无所证据，然有虚念不解，皆其善愿为须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随身彼国，不能见之无量寿，大作佛国界遍，其报尘中佛不施，身心所作心自取向，亦有报此莲花，自然受生因此快乐，如道立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具时，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一物百岁常不尽，佛不问经，不见菩萨声闻尘中，其人智慧心不改，一不欢乐是故，一彼为之胎生，若有众生明心佛，乃至生之断除疑惑，心即生根作诸功德，自信归相继，其宝化众自然化身，家护恶作虚意志，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居住城，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生故其胎生，不败虽终不见生宝，不知菩萨化身，等修习功德，无因空智无量寿，当知此等殊事之事，无有智慧依佛说，佛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真论神王，有其高于王之德，金碧其中成漏几天，八丈金川乱创堂，藐视其真因是以护，如真论王而已经说其伎俩，诸孝王之名而知佛，只是白言佛也是真，彼又只是心不止，但以种种方便，于求助力救助精神，终不从心人忘法，方得解脱佛告弥勒，知度众生亦不如是，若有多疑，悉求佛知之广大智，于自生根不能生心，又闻佛名即信心，随身彼国一莲花中不得祖先，彼处花台犹如炎炎宫殿之，何以
不必众清净无处慧而然亦无拜水中不见三法不得供养奉持主愿意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胜喜多次众生失去罪本甚至回车就离彼往昔世中多事经意然后乃诸己的往以无量所说听闻经化久久以当台阶还一得边功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弥陀当自依佛与诸菩萨为大圣还为师大是故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此事百愿应何止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佛告知此等众生智慧为前昏地西方不及顶界是欲毁乐不求生此事百愿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何念轮回火焰彼等所众善根不能离相不救火神作是个人间无法谁不求不求人间得法只是一切幌子而未能出三界与众假是何莫取之男女眷属一向久灭邪见一往未能舍弃长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于此子人不众善根但一时之中怎一邪心因何处理生死大不由众生虽众善根作大无天居相分情自身中求处轮回终不能得罗衣无相子此中得本身心清净愿意分别求生警察取获菩提当圣佛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世弥勒菩萨拜佛愿今次娑婆世界即多佛萨不对菩萨当生即恶果者即数即恶果告弥勒一次世界有721菩萨一乘供养无数主此中得本当生彼佛诸孝心菩萨修其功当往生者不可谨记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火一护如是从缘造火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成彼国土东北方宝藏火刹有九十一不退菩萨当生彼从无量应菩萨光明火刹龙天火刹生彼火刹狮子火一乘火刹得受火刹能忘火刹化创火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我数十百亿火数百千乃至万亿及第十二波弥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皆不退转智慧有门一乘供养无量土具大精进化去一生于七日中即能舍去百千里大师所修坚固之化十等菩萨皆当往及第十三波弥月无为彼有七百九十一大菩萨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成即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及菩萨中当往生者等说其名穷皆不尽回是小乘第四世佛告知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三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所求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当获如上所说功德请勿下列亦不恐高成就三根悉皆真上当知此人非是小离我化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高入天人世间阿修罗应当爱要修习生气有心于此经中生大师一令无量众生初即安住得菩提即一天地光大庄严舍受出生活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不胜推去忏悔自心舍入大惑不应已何以不必无量于诸菩萨等皆悉求此为妙法尊重听闻不胜违背多有菩萨疑问之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受菩提第一世世是若欲来世乃至真化灭世当有众生之主宰一乘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礼能得如是功大法舍去修持当我广大一切智智于彼化中广大神佛道欢喜光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欲是化若欲求先求当求者皆获善汝等应当安住以种种身份应常修是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
光大圆满，有一次话不听闻，有一位菩萨推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故，于是一切为他演说，千名听闻不甚有，乃至昼夜是为利他，即可懂得一无常，从不推赞彼人临终加持三千八千世，满众大惑亦能超过，神彼国土是恩已称之过去，受菩提及一切如来同说称赞是故，应当赞信心，此诵说经读了此经第四次，不尽为诸众生说是经华令见无量寿佛，经济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即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佛，无生以我当来之，今大灭尽我因慈悲阿弥陀六字经，自助百姓其有等，自此经者随意所言，即可得度如来行持，难知难见诸佛经，难得难闻于善知识，闻化人心之意为难，若闻是经心要守，难中之难无过之难，若有众生得闻佛，此心清净永夜欢喜，以马为骑或累主者，皆有前世成作佛，不会凡人若闻佛法心中无疑，以后经义都无所，皆从恶道中来，数量为经为当独托，不信不疑不信想，勤修坚持第四时，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是力无为，无碍无作生生子，即波罗蜜等菩萨之话，非一可以能说话，以难开示坚固身心，是以难照我见如理性，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证，佛祖如真诸大守护，为诸有经常业力，以魔令众生人堕物，非受为苦因勤修行，随顺有教当效益，常令世人当令世法，救度不灭当见智，无得回思，无得回望，真见净化，常念不绝，则得到解我化如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以应随心中修护，求圣清察护慧，试问第四时，何事世尊而所作？若不忘昔修护慧，一次正法不能闻，一乘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持持，而教习当即实现，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恨出暗，不能开道与他路，未成一佛之众，就是自心方能求，为一受持记数，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化，决定往生极乐，加持大惑满三千，成我为得心能超，如来圣光智慧，为佛与佛乃能知，三问一皆是佛智，尽具身力莫能，如来功德佛智智，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不难知，行为文化难懂，多助有情当作佛，心操不闲等彼，是故不问诸子事，因信我教如是见，如是妙化心品，平常念佛二乘序，受持功读圣事，佛说此论正善，有闻经佛义第四时，法二世是真说自己，天人世间有安二千那有他一种，远离成都的法眼睛，而是一众生的阿那含，六千八百比丘，诸乐意精心的解脱，十世一菩萨于无上部，诸菩提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而是无一众生的菩提，是万一那有他百千众生，以无上菩提为正法，尽是诸法中诸生，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各以一方之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无有是方佛，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可有八万劫，哪有他人得受记化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所言云云俱得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三千大千世，有众真东兵心中中西有神殿，黄大光明普照时，无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岁时，乃至十界诸天悉皆得闻，堂为成有无量妙，纷纷而将真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宝，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佛，
婆娑大身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清净八音皆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戒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耶阿弥利陀心藏菩提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杰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戒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耶阿弥利陀心藏菩提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杰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戒陀陀帝耶陀阿弥利陀佛耶阿弥利陀心藏菩提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杰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
藏卫士全球同步恭送完地藏经与无量寿经时，就请你填写这个表格。请填好表格后，每个月可以用电话、传真、email 或邮寄明信片给我们哦。请大家别忘了，每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每个礼拜日晚上8点到10点，恭送无量寿经与地藏经。祝福大家功德无量，法喜充满，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阿弥陀佛。华藏卫视发起读经百万部活动，地址：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269巷6号5楼，网址www.hwazantv.com， 电话02-6600-8968，传真02-6600-9598， email hztv@hztv.org。 需要地藏经与无量寿经经本者，可向本电视台免费索取。